这个方法呢哈，茎梗呢哈又粗，夹夹又短，然后呢长度又高。我们种植瓜类作物，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秸秆啊又粗又短啊。那秸秆为什么要粗呢啊？秸秆呢好比是个公路啊，它起的作用呢啊，就是给叶片和果实运输水分，同时呢啊，叶片产生糖分呢啊，往果实转移啊。这个茎梗足够粗啊，水分供应比较充足，它才能高产。然后我们为什么要短钱呢啊？这个夹夹短，叶子多，叶子多呢啊，光合作用就强，同样的高度啊。然后同时呢，夹夹短呢啊，它能节省营养，节省的营养呢，你可以去长果实、长叶子啊，甚至呢哈，茎梗变粗啊。所以说呢，我这边的方法呢啊，用复交酚钠促进生长，同时呢哈，五唑醇比作霉菌酯，防病的同时呢啊，来控旺。用这个方法呢啊，茎梗呢哈，又粗，夹夹又短，然后呢，产量又高。